磨刀。哎，钢刀。那可我擦的红的啥的红的磨的，像金子一样。这个也不小啊。你往半夜不能家哪吃顿饭来叫姐，那行。大哥跑了。可怜你，这条红真巧吗？那这条红根本跑不了几步。你快叫上爬的他。他们家上班。跑着是门。他给他吃掉了，他赶紧去泡泡盆了。够的。这玩意儿也能开了。嗯，这个大。小姐肚子。你看呀，再吃点。哈哈。再喂点，吃。有劲哎，皮子蓬着。啊，我筋抽不到，谁没了筋抽？接那个红脑电话得好一道手续啊。你这是地里跑的，我地里跑的。这真是大红手。这干的我操！装给你的，明天人家吃面，给你煮，门口烧锅给你拿上。他不要找你姐一个。大皮手是什么好？我新人嘛，长得跟萝卜。到一个小小咸菜子，像萝卜。你的黄二十块钱一整个，一袋子，就是饺子袋子，健康食材的。我的个，就是草啊！这管也管大，也有。两个人头茶都不成。这两个会大，这一块白的，你看结的，这两个又一样，踩踩两个结的。